Music on the road， 我杨乃文，音乐是时间淬炼后的完整，我的瞬间与永恒。我觉得音乐本身的话，它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生命，所以我们注射了生命到音乐里头，或者成长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在过的日子旁边一些有趣的事情跟人，才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想要做任何一件跟艺术有关系的事情吧，包括音乐。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一个片场，对，然后我是杨乃文音乐录影带的演员，然后我是演一个吉他手，对，然后希望有机会搞不好真的可以变他们的吉他手这样，那后来就变真的。徐千秀他常让我有很多惊喜，我觉得他突然间会有一些想法，他去的那个方向不是你原本有想到的，比如说我有曾经请他重编一首歌，那可能那个歌有三个版本，然后三个编曲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不是微调，是整个大方向、整个想法、整个空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秀秀，我觉得他给音乐更多空间。我可以继续讲他的好话，但是不要吧。我觉得他台上台下应该算是蛮一致的啊，他就是讲话超直接的，完全没在管的，该讲就是讲，所以常常会觉得哦，手上。我觉得跟地方文化也有关系，像我好一大半时间在成长的过程在雪梨嘛，从来没有人觉得我直接，可能是那边大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可是我觉得其实沟通起来还蛮好沟通，因为他就是直接跟你讲要什么或者是不要什么，不会拐弯抹角这样。我们大家尽量让工作上面是很直接的被表达，然后被回答，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的话有更多时间给他比赛啊，可是我发现别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吧，所以大家怕我什么，其实还蛮好笑的，我觉得我超级好相处。豆瓣会讲到说很酷啊，酷跟有个性并不是代表他是一个局限于某一个样子的，而是说他在面对不同的音乐风格或者不同的表演风格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酷的观点或者很有个性的观点去解释这些事情。不管东西再怎么样做改变，他一出来他就是杨乃文，就是他有一个独特性这样子，他都可以诠释成他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很酷。OK， 刚刚有出错的请举手。我觉得饮食是一个非常大的乐趣，像我非常讨厌运动，因为我就是不喜欢特别没事流汗啊，可是我每个礼拜有固定在运动，完全就是为了身体健康跟可以吃东西，不然谁要去运动？有一些人真的是觉得吃东西在浪费时间，我不觉得，我就是可以坐下好好吃四个小时，所以其实常常不断的想要发现更多新的餐厅或者是新的美食。因为我不喜欢运动，所以通常在做的时候就觉得，然后运动完以后都会觉得很开心，等于说自己有努力跟加油，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尽管我说我不喜欢运动，但是那是我要的，因为我觉得音乐也好，如果是你自己的选择的话，你就要想清楚哦，那你当然要做到最好，因为那是你的选择。那就像运动一样，我今天如果随便这样的手晃一晃，然后其实没有运动到的话，我干嘛去啊？我完全没有达成我为什么要去做的那个原因，那就何必来。只要工作不是太忙的话，一个礼拜应该是会去一次吧，电影院。尤其是我自己很想要看的电影，我通常会去电影院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比较喜欢科幻片跟宫廷片，就是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远一点的。可能是我觉得，如果你用当下的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去看自己或者去看世界的话，其实会比较有偏见。但是我觉得你把自己抽离这个世界，然后譬如说从很久以后或很久以前的世界来看现在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客观。我觉得每次在做专辑的时候都是找到我觉得很好听的歌，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其实就是那么简单。歌好听的话其他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因为歌本来也就是万变的，你跟着找不一样的编曲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门槛就是我要觉得好听。但是真正改变我杨乃文的东西是我自己生命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放到歌里的东西，是做歌手也好，写歌的也好，那是我们的生命，那是我们的生活，那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听到的东西，我们经历的东西，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借由歌曲带给别人一些片刻的感动。Music on the verge， 我杨乃文，音乐是时间淬炼后的完整，我的瞬间与永恒。